听说那是考试，监考老师都换成高中老师了，连改卷也换成高中的了。以前都是初中老师监考，咋个一下子都变了哎？我听说是因为上头来的新的领导了。怪不得新官上任嘛，总要点几把火噻。哎，点火归点火嘛，那也不要烧到老百姓噻。哎呦，真担心我家那个崽哟，本来成绩都不好，那下换成高中老师改卷，那不更加顽球了哟。真不知道那个领导那个脑壳咋个想出那个政策哟，你说是不是嘛？不是，哎呀，主要还是苦了那些娃娃，好不容易熬了三年初中，要是因为这个考不好，那些领导怕是要遭绝哟。该遭绝，活该，多管闲事。哎，真气死。这些家长。这个高中老师是给所有的娃娃改卷子，不是只给一家，这样子是按照一样的标准啊，更加统一嘛。说的有点道理。你是哪个？和平中学安全。原来你也是老师说。是的。你都是安老师，我听说过你的大名呢，好多同江一中的学生都是你带出来的。过奖了。你怕不是那回也被换下来了？早就应该换下来嘛。能换成高中老师来监考，这样更加公平。谁也不想自己家的娃娃辛辛苦苦三年输在别人的恶性竞争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个政策好啊。